好可怕。不是啊，你们很可爱。他只是没有肉而已啊，你们一直觉得他很平。不要再说人家胸部了。我没有说，根本不重要，我说腿。哦，腿可以啊，像我腿就肉肉了。那就对了。对啊，每个人都有不同了。老喷啊，让个一两只吧，老喷。哇，看来我上不了树，我被抢。哎、欸，你是在上还是在下？我们在上。嗯。老喷给你走啦，我去吃他们的猴子。啊。你去投球啊，投球也可以上次啊。啊，老板你别死啊，老死啦。老板，老。哎、欸，你回得来吗？你进化了，你回来吧。你走得回来吗？那肯定可以的、啊。哇，他们全部万灵药啊，哭啊！哎、欸，他们没万灵药了，下一波可以打。可以啊，这波骗他。老板吃这个快，速吃快点！老板快回来，回来岗位。老板，喝蜂蜜水啊，老板。哇，老板他睡到了，老板。老板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老板。散了散了，他们这个这个有点强势啊！散了啦！哎、欸，不要了不要了，靠北你会死啊！你快走你快走你快走，我挡一下而已。好好好，挡不了太久。挡九部队的。老板厉害啊！老板牛啊！老板进化了！哇哇，不得了啊！哇！老板，你这个喷射火焰又大又长的、啊，我常常看到有七分钟还没进化的杰尼龟啊！没想到老板，你这个厉害、啊！我不说你，怎样？我不说你，我说下面有没有种子啊？你看他都还没进化。你在那边，你就是这样。不是，你不要对号入座啊！就不是说你啊。不行，你现在讲我都觉得对号，我会对号入座、就是。不要讲到我的水，不要讲到我的水。你看、啊，哎、欸，完了，三百多个，你怎么会觉得？完了，三百多个观众，很厉害的。听啊！注意啊！哇，老板，21万输出那一场嘛，打21万输出嘛。老板，哎、欸，我们直接下去，他们下了三只。哎、欸，今天有人在那个什么？直接下去，我三十，然后他就说好厉害。哇，吐血，完了，笑到爆了。吐血啊，老板，来帅气的英姿，老板我来了，先收一只吧，对吗？好，老板看位置，老板睡到。哇，他们脚腕灵药，老板不行，老板你不英姿。哇，老板睡着了。哎，直接打，他们死两个，直接打，快点。你们打，我在后面救客啊。陈浩，你的空三只了，你们赶快打！打了！哎、欸，散了吧！老板，你去吃他的大爷！老板吃他大爷！赶快久等！老板上吧！我去上路了，老板，老板去吃我野蛮蟹！老板吃大爷啊！吃大爷比较快啊，老板！吃大爷比较轻松几？哇，这仙子！仙子是哇，他们哦，仙子是那个，没事啊，仙子是路人啊，是路人啊。没事啊，来救我！看就知道那不是老板的操作了。对啊，蠢的，刚才骂错人是蠢的一匹啊，他那夸奖错人。哎、欸，他们这个应该会放。哇，这个路卡六还想要抓、啊。哎，应该是会放、啊欸。他还是。哎、欸，我走了，还没进化。哎、欸，去打下，推下路。哇，老板直接喷了。哎、啊，他被抓了。不是我。去打下吧，去打下吧，老板，随便抓一个喷啊，老板，他没得抓，哇，下路还80颗哎，我们这样的话第二只龟不好，我连大都不想丢了，不会、啊，我大还没丢啊，老板你大还没丢啊，老板等一下换你抓起来喷了啦，他们这波喷没有什么，也没投到球，他们这波亏啊，就只是为了杀人命杀人。哎、欸，干他下！他们现在上了三只，直接打他下路，我们球应该够吧？干好像不够，我算了，还是要打。他们会太催我们上哦。老板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快！老板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你躲后面一点。我说开大，老板你先躲塔、啊，等一下先直接踢耶。可以踢下过来了。
老板，我看一下你等一下抓谁哦。老板，你等一下抓皮卡丘。哎、欸，三爱朵会来哦，先开先开。三爱朵来，三爱朵来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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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板，你等一下直接抓喷火龙了，我睡到就抓了。来，老板帅啊！哇，哇靠边啊！哇，吐血！啊，老板吐血了，老板。怪后面的。神才啊！老板投球了，老板厉害，牛逼啊！哇，老板牛逼啊！老板这个球投的不是棒啊，老板。老板我们往上路啦，往上走啦。哇！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兔子的大局还没丢啊！你刚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就觉得稳稳啊，我怎么知道干皮卡丘突然一个快如闪电，嘣，拿掉。老板，你那边吃得掉吗？老板，旁边有人吗？好像没有。胖哥，你要给视野，胖哥你要给视野，快！皮卡丘又来啦！注意啦，这一波压一下吧，哎，还有，老板，我跟你讲，他们都万灵药的，还有神秘宠物。哎，这次会死，这次会死，可以。你沙朵会死，沙朵会死，这波沙朵会死，沙朵，来，压。他喷他，开大了，开大了。老板先退了，老板。不掉啊！你们都没有保老板。他保不住啊。他被抓起来了，没事。我靠！不让塞的怎么会跳下？哇！等一下你要杀他，你瞄！哎呀！你都不会假设性，对，你自己留一滴血给人家杀。对啊，我想说他会跳上啊。你真的当作他们都高级，对不对？老板走！老板，别，你先别去啊！老板，你先等我。老板，请稍等。老板，我跟你说，你等下不要乱抓，他们都万灵药的。那我可是快要打鸟了，我应该来不及。打吧。没有，你不要，我说你不要乱抓，不要乱抓，确实。哎，他丢大，他丢大，干，果然是高级啊！哇，丢两个！我靠，不要，我们的队友丢大了，不要丢！我皮卡丘丢大了，哎、欸，不要丢，走了！哇，仙子一步也丢大了，靠边啊！哇，真的是一群傻孩子，果然是一群高级。哎，没有，你们是跟高级玩的，这是高级啊、哦！哇，卢卡丘丢大了、欸，舒服啊！老板，跟着我们舒服。老板，来，跟着我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有一只还没来哦。等一下，没有，力是打最舒服的，还打算。等一下，等仙子。哎、欸，他们在打了啦，等屁呀、啊！哇，哎、欸，我被抓了！哦，彪嘞！老板喷鸟！老板去喷鸟，老板！哇，鸟掉了！老板去投球！老板去投球啊！快去投球！去投球啊！不要再过来啦！八七哦，哇！哇，白痴哦！先走一步。你要生气？打一波啦，不然怎么办？对，我发现一件事，他们幸福蛋没投球。哎，有幸福蛋有投球。哇，吐血啦！他们都投，他们投中央的啊。哇，走啦，再打一波啦！我打一波好不好？1787相近而已啊！1787魔咒。哎、欸，刚刚是显示什么、啊？相近。那可以，还有得打。老板，你先别急，我们先一个个击破。哇！哎、欸，有一个沙朵。沙朵残血了。死了，死两个。有机会，快点啊！老板，你先躲好。老板，你等下去走，老板过去，老板快过去，我牵制你，快点，老板快点，他们两只，你那边一定要投进去啊，老板那边一定要投进去啊，老板，快投啊，老板有投进去吗？我有啊，我投了。对啦，老板，哇，漂亮，老板漂亮啊，哇，老板厉害啊，老板那个牛逼啊，你那个牛太牛了，老板，你
躲猫猫大师吧，老板、啊，你应该躲猫猫。怎么会有人抓到你啊，老板？鬼抓人大师，我他妈老板八七，我没有好不好？哇，老板牛啊！什么令的诅咒生效，见不得人家好啊！我们这个不一样啊！看到没有，突破魔咒啦！对嘛？在那边来乱哇！一七九四，一七九四，这个公司员工我不行啊！这个公司员工我不行啊！这个这肯定不能。太棒太棒！这个如果有分级别，应该是那个一级员工啊，你知道吗？